哦。好，他都是我，我自己坑了我自己。是这样的，但是其他还有四个人，三个人投的小妹，还有几百个小孩子。是这点汗。我之所以确定是他写的字，不用啊，就你的了。那个是要给大家看的，知道吗？哦、第一个，那个我爸不会写诺这个字，他写个小诺。哦、第二个，我佳琪在我对面，我看他写的。匡威的，就 C 打头那个牌子不可以。还好我冲了。370我最后一刻的情况下把改了。这个东西四五十，就这样。我最后一刻还在这样。哦，要不然你就那个。我就跟他拼了。啊！等我把它给你讲。我最后一刻我想了一下。不行，我头皮又麻了。啊，有点难受。鬼故事，鬼故事。顿时觉得有点难受，我也需要运动一下。其实还蛮简单。说的全部学校内容，其实不是的。嗯。三八的人，嗯，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拿个粗壮的棍状物体？你等一下嘛，你讲是啥？我问下考研的事情。我最后结果是小木得了三票，嗯，我一票，几百个一票。我最后的关头，我本来写的是我自己，我最后的关头改成小木了，嗯，否则的话，我跟小木要重头。小木选的是我，嗯哼。非常确定、嗯、因为那个写字的字要展示出来、嗯、我的是把自己画掉了现在想弄的、嗯、这是我做的第二个来说是佳琪佳琪在我正对面坐着我看得很清楚然后是欧巴、嗯、欧巴不会写诺这个字他写小诺、嗯、然后几百个都是自己他坐我旁边我一眼就看到了、嗯、这个反过来赢了也一样你赢了会是什么结果自己就说 OK算计别人，让别人对付。小梦一下子算准了，我回头我自己的，知道吧？我最后一刻突然想一想，我还是把改掉了。然后算计完别人。